凌城新雨应许篇。爱我的，必蒙我父爱他。爱我的，必蒙我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要向他显现。耶稣复活的清晨，抹大拉的玛利亚面对空空的坟墓，伤心的哭泣。这时候耶稣向他显现，他是第一位看见复活主的人。我们的主被单纯爱他的人所吸引，不忍让一个人专心寻求他、渴慕他的人期盼落空，让他一直伤心下去。所以他向玛利亚显现，这正应验你的话，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要向他显现。我心深深的感动，我何等渴慕你也向我显现。正如诗歌所唱，我的主，我先爱你，我的主，我渴慕你，愿你爱来吸引我，使我心单单爱你。哦，耶稣，我需要你，连接我，完全属你。愿你爱来摸着我，使我心全然属你。主啊，我要做一个爱你的人。你曾说，你们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命令。又说，有的我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。这样我就明白，期待你的显现的首要就是爱你。又怎么样表示爱你呢？就是在遵守你的命令上。主啊，我要遵守你的命令，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，让我成为一个真正爱你的人，以至于在我生活中、侍奉中，常常经历你向我显现、向我说话，来引领我。阿门。